好的，欢迎迪丽热巴来到我们中间，欢迎，来有请，中间请。哇，今天这身裙子太好看了，很闪，一上来丽青老师就直呼太漂亮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想问一下迪丽热巴今天的造型灵感是什么？其实没有什么灵感，就是觉得这条裙子比较好看，因为前段时间穿深色穿太多了，所以想要亮一点，想换一个颜色。我以为是冰雪女王呢，巧了，我这身也是。有点雪崩的感觉，是粉丝们肯定要夸一番了哈。平时会不会看粉丝们的评论？有没有什么评论会比较吸引你的？偶尔会看吧，以前会看的多一点，对，现在偶尔会看。会不会如果说粉丝，他们的回复很有意思，你也可以回复一下，跟一下题。会不会翻牌？偶尔也会，也不是经常。那最近会有什么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吗？最近的话还不知道会不会是最近啊，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和电影《日月》，很希望能够更快的跟大家见面吧。好，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哈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迪丽热巴，谢谢。下一位走向红毯的，让我们继续欢迎青年演员吴磊。